其实魔术是一种表演艺术，我们用一个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就好，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演出，当然中间要经过一个不断的练习。我一个朋友他引荐我到光岩志工协会去做表演，圣诞节的表演。刚开始他没有跟我说明是什么样的单位，后来主办单位跟我联络的时候是知道说要表演给视障者看，我糟糕了，请他们推通告。我不行啊，所有的广告都打出去了，有从桃园基隆哪里来的上课的伙伴啊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魔术是一个视觉艺术，一般都是要用眼睛来看，但是眼睛看不到，我表演的魔术第一个他看不到，我要教到他可以表演，可以上舞台给大家看啊。现场表演完之后让他们感受了，甚至好马上教他们变魔术，哇，这一教不得了了，很多单位要求我帮他们开课。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些视障魔术团，到处去做公益表演，应该至少有六七十场以上。他按摩的时候，哎，这位小姐，我帮你按摩一下，先放轻松啊，这样不够轻松，我先表演个魔术给你看，看完之后再帮你按摩。他的人际关系变好了，他的来客数变多了，甚至很多客人指定要他按摩。魔术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、成就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他们看不到，我要帮他们设计特殊的道具，大部分都是比较道具类的比较多，以触觉代替视觉，所以道具上我会说帮忙做点字。所以为了教学，我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了解他们的共同语言，我会去学一些点字的制作，来帮助他们。他们甚至跟我讲，老师，我想要玩扑克牌，我也是完成他们的愿望，帮他们做特制的牌。其实接触视障朋友，这个是困难重重，怎么教？一般的道具没办法满足他们，比如正面反面，他就没办法分辨。但是我运用，一些小技巧，帮他做一点记号，他就很容易的分辨。这样就不容易出错，所以我做了很多就是防呆装置，他就不可能出错，那颜色我们就比较不考虑了。他们要听的是什么呢？是观众的掌声，这是有钱买不到的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讲，老师，我今天请假，我不去按摩，不去赚钱，我要去做公益表演。在很多地方我教一些比如说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有一位是脑麻的，那个环境是混合障碍，但是我设计的魔术可能适合这一位不适合那一位，结果那位脑麻的朋友一直想要学习，我劝他放弃，老师下个礼拜再设计一招比较适合你的，他不放弃。结果成果发表会的时候他在表演，所有看到的人都在擦眼泪，他是脑性麻痹，所以他自己的平衡感也不好，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，当然肢体更不适合。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，但是他要分解成五六个动作才能够达成，所以他就是很坚持的一定要完成，这可能也是他一种成就感。我们希望把魔术带到一些生命教育，甚至我带视障的朋友去启智学校做表演，视障表演给智障来看，由视障的来当老师教智障的变魔术，再来启聪、启智、启明我都有教。
啊、嗯，目前我往热灵的方向推展、啊，所以教了很多长者。因为借由魔术，你可以拓展很多的人际关系，再来脑力激荡，可以防止失智。我会持续教下去。